钢结构，将建筑艺术化身为城市现代形态。巴黎埃菲尔铁塔，美国金门大桥，悉尼歌剧院，北京鸟巢，无数令人惊叹的钢铁奇迹，缔造人类伟大建筑空间。友联建设集团以突破的力量，创造瞩目的建筑成果，屡创行业新高度。广州白云国际机场 G2G3 飞机维修库，技术难度高，整体跨度大。其中 G2 维修库荣获2016年度广东钢结构金奖粤钢奖，2018年度中国钢结构金奖。智能物流仓库宝聚，在有限的施工场地内安装单层高度36米的钢结构建筑，施工难度大，维护系统做法复杂，施工工艺要求高。其单层建筑的高度大大提升了建筑的空间利用率，得到行业专家的一致好评，并获得2019年度广东钢结构金奖粤钢奖。中车轨道钢梁跨度大，加工安装难度精度高，安全防护要求递增。宝能新能源汽车是粤港澳大湾区千亿级项目，工程量繁重，工期紧张，验收质量要求严格规范。一个个艰巨的项目都能看到友联积极投入的身影与坚定突破的信念，所有项目的背后是友联专家团队的智慧凝聚。在省级工程技术中心内，专家们突破固有界限，用创新技术提升产品性能，助力传统行业迈向绿色环保发展。友联创造的各种360度卷边屋面直立锁边板，能有效保证水密性与气密性兼具的良好系统。除此以外，友联还拥有30余项国家发明和实用新型专利，努力将一切不可能变成为可能。为迎合市场需求，友联更把突破的精神渗透到精益制造中，斥巨资建设10万平方米的现代化生产基地，通过多条国内外先进的主钢结构生产线和维护系统的生产设备线，以保证产品如期交付，并让训练有素的生产管理队伍熟练掌握精湛的制造工艺与严格的检测标准，使品质更优良。友联在一路突破中创造多样化产品，为满足全球不同行业的客户所需，友联的服务涵盖产品提供和工程建设承包，从单一的钢结构工业建筑延伸至钢结构公共建筑、钢结构高层与超高层建筑、装配式绿色住宅与别墅建筑、轻重 H 型钢、十字柱、箱型梁柱、管横架等主钢架产品，各类建筑板材的研发与生产，以及技术与产品的出口。这些杰出的贡献让友联拥有国家钢结构一级专业承包资质、国家钢结构一级制造资质、建筑工程总承包二级资质和建筑幕墙工程、建筑装修装饰工程专业承包二级等多项资质，无数的荣誉驱动友联不断蜕变。友联为提升员工职业技能，长期聘请专业顾问团队，对员工进行系统的专业知识培训，推动企业和个人的不断进步。友联雄踞行业25年，始终凭借品质、创新、诚信、服务的理念，
为客户创造更高价值，绽放品牌独特魅力。友联在钢结构建筑行业中深耕21年，不断将卓越的产品和优质的服务带给客户，也赢得了广大客户对我们高度赞赏。友联始终秉承品质、创新、诚信、服务的理念持续提升，同时友联也将致力于绿色建筑事业的发展，为客户创造更高的价值，这也是我们不变的初心。友联通过丰富的项目经验，迎着一带一路的发展良机，产品和服务延伸至南非、尼日利亚、加纳、新加坡、马来西亚、越南、缅甸、柬埔寨、菲律宾、迪拜、沙特等10几个国家和地区，涉足上千个大中型工业与民用项目，包括建材、汽车、化工、机械、纺织、物流、电力、交通等多个领域，在持续合作中寻求互利共赢。友联立足钢结构行业，助力全球绿色建筑发展。友联建设集团。